就是停不下来，莎莉赛隆被他搞到尿裤子。长发时白富美，短发时高富帅，奥斯卡影后莎莉赛隆看似美艳气场强大，私底下有时偶尔却会犯蠢，虽不常演喜剧，其实喜感十足。谁会想象这位看起来像座冰山美人的影后，居然差点出糗尿裤子。在新片《老板好坏》中饰演威霸四方又咄咄逼人职场女魔头的莎莉赛隆，片中金发红唇微露酥胸的打扮让男人都看傻了眼，但她其实有高度反差萌。日前莎莉赛隆与同片演员大卫·欧洛沃、乔尔·埃哲顿上脱口秀节目詹姆斯·科登深夜秀宣传时，他自曝他们到墨西哥拍摄时，大卫·欧洛沃在餐厅讲述一个趣味盎然的故事。虽然他当时很想上厕所，但由于超有喜剧天分的大卫讲的实在太好笑了，前脆就憋尿听他讲下去。